你看过了许多美景。时间过得好快，我在假期已经教了40年，我对佳琪的爱一往无复，我爱佳琪，我爱大家。耶、这个学生很可爱，好，老师很认真，好，可以贡献台大的地方，好。佳琪就是我家，我觉得佳琪是只有念过的才会知道他的好在哪里，他永远是佳琪妈妈里的避风港。佳琪，耶、佳琪就是有很多可爱学生的地方。佳琪会越来越好，是因为我发誓佳琪的学生都很遵守校规。我觉得我在佳琪教书啊，真的是通体舒畅。能够跟佳琪的各个小女生一起分享这3年的生命中的点点滴滴，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看到学生的健康就是我的快乐。我觉得佳琪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。佳琪是一个可以让人家认真的学习、开心生活的地方。佳琪超赞！我觉得佳琪女中就像陈绮贞的声音，干净、直接、温暖、执着。这也或许是我这个南投人会来台南教书的旅行的意义吧。我觉得佳琪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。我们能在佳琪练舞是一件很开心的事。各位同学好，我觉得佳琪女中的每个人都真的蛮可爱的。佳琪女中的同学都很漂亮。我觉得佳琪女中的学生都相当的活泼可爱，那学习的精神也都非常的棒。我觉得佳琪的很好的地方，因为同学们都很体贴、很善良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努力，一定要幸福哦。在佳琪，我总能看到学生的那份锲而不舍，所以我觉得佳琪会有更美好的未来。我觉得佳琪是一个让同学可以快乐成长、自由学习的地方。佳琪女中呢是古城最娇艳的一朵花，那经过89年的淬炼之后呢，它会永远在台湾地区持续的绽放，然后展现它青春活力的一面。佳琪女中加油！佳琪是梦想的航道上一道美丽的身影。感谢长期来为佳琪女中付出的师长。今天是佳琪女中校庆，祝福生日快乐，亲爱的宝贝，加油！你好，我是菊世梅，我是佳琪女中的学生。我爱佳琪，因为大家很亲切，所以我有很多朋友。因为大家很亲切，所以我可以学了很多中文。谢谢佳佳，我爱佳琪，生日快乐。我爱佳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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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佳琪耶，我爱佳琪耶，我爱佳琪耶，我Thank you.
消失，变成永恒故事。世界纷纷扰扰，喧喧闹闹，想